我不问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，我就想知道你喜不喜欢我。你肯定是因为喜欢我才来照顾我的，不是吗？你告诉我，不是因为你兄弟，你告诉我是因为你喜欢我。你听我讲，你说，我是承认我刚认识的是喜欢你，但是那种喜欢我说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今天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我现在脑子特别乱，真的。我不是故意去挑拨你和陈毅的，我看到你们能和好我也很开心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忘记过去，忘记你心里面那些所谓的阴影。小丹，你现在让我忘记过去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想跟你重新开始。不可能会跟你在一起，小丹。为什么？是我照顾过你，我承认，但是我觉得换成谁都会去那么做的，而且我现在真的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亲爱的，我当时不懂得选择是把爱情比喻成是一扇门，那顺序一定是开、关、开、关，它不可能是先关再开，是不太可能的。而且你不能老开关开关，它门会坏。所以说，爱情这扇门很奇妙，你说呢？记住，以后啊，对于爱情这件事还是要慎重，好吧？再见。